上闸式啊，上挑上闸式啊，其实和下闸式是一样的啊，看着啊，翻转阴阳啊，翻转，哎，翻到这儿，翻转阴阳啊，这不是这样翻吗？好，丹田聚气，好，再来一下，起来就行了啊，这个啊，好。翻转阴阳，好，翻转阴阳，好，沉身，翻转阴阳，起身，翻转阴阳，沉身啊，就是所有的这个事呢，都是两种啊，一种是沉身劲儿啊，一种是起沉落浮劲儿，就是你手往下伸着往上，手往上伸着往下，懂吧？哎。